韭菜炒豆干，想必大家都吃过。今天呢，你可以参考一下我的做法。家常菜就得家常做法，比较实用。碗中下生抽、蚝油、料酒、盐、清水、玉米淀粉，搅拌均匀，调成酱汁。在我主页有1000多道详细美食，想找灵感的可以点我头像旁边的加号收藏。锅烧热，滋润一下油。下五花肉煸香，来点葱姜，炒香后下豆干，开中火开始煎，煎至豆干表面有点微黄。教做菜我可是认真的，希望您点个红心支持一下，谢谢。下韭菜、红椒，开大火炒至断生，加调好的酱汁，快速炒至入味即可。这样的家常菜一看就会。我的主页就是一本活菜谱，有空去看一看，我相信总有一道适合你哦。